老板，你这鸭子套不住，嗯，套后面的，后面套几次？看上一次，一次是吧？对，一次。来，套后面。我不知道这个。我盯着吊枪了，那说那个棍儿来吧，王主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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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又亏了，不然。老板，帮我了吧。老板，翻过来吧。我操，那人来吐出来，来进货来了。哎，翻过来吧，老板。It's me。哎。哎呀，来，来吧。人来进货来了。哎，翻过来吧，老板。给了我三年了，这没多久，你怎么了又？哎，坐着吧，坐着吧。这个你过来，你在这办，你在这办。嗯啊，你办过来怎么了，老板？你要是要你就在这办，不要你在这搞呗，你过来办吧。怎么了？嘎哒嘎哒，快点！嘎哒嘎哒嘎哒。臭小子，臭两次是吧？对。来，给我梳点圈来。行。套到脖子里，圈不掉，两次。行。喂，不是，这鹅怎么咬圈啊？哎呀，好，不是，它怎么能咬圈了吗？哎，走，听着，不是。这不换一次啊？这圈不掉啊，圈不掉，两次圈不掉。这鹅估计是蒙的，来再来一次，再来。哎，对了，别动，别咬鹅，还来一次。别咬，不是，哎，杀，好啊，来继续，还有两次，这两次都不算，这不算，圈不掉啊，圈不掉两次啊。好的，你这是现在几次了，老板？现在一次没有呢，后面两次都掉了，不算。哎，丢了两次，哎，别动，哎，丢了。要不下来就是你的。是那个，这不是这咋套呢？这喝点水，不是喝点水了吗？一会儿还粘一块儿啊，继续啊。干什么了？他怎么套五粮液呢？五粮液啊？老板，哎，这套什么给五粮液啊？套后边那个管工啊。看后边这一排瓦工任意套中三个瓦工一口就可以挣一块五两钱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假一把纸，干嘛不用真假？哈哈，就有人套中，真没人套中。来吧，王哥，来试试，来吧，王哥，好嘞，哥，瞧这钱吧，来。不是老板，这能套进去吗？能套进去，怎么不套进去？来，老师，你试试。这拿上去的，老板，这。这有什么可拿的？这不就上去了吗？这不去吧？这进得去，这怎么会进不去？你看这不就进去了吗？行，走，好了，这老板上一个五粮，哎，五粮液喝净了，走，来，不服来这。好，继续套。哎，好逼，哎，中了。把这五粮液拿过来。来，哥。
郑兄，怎么了？就问你这是不是无聊的？哎呦我的妈！臭小子！